Hello， 道士盖，今天的三剑客战队要来挑战一个不得了的行业，不得了了。这个行业呢，可以说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。哦，让我们欢迎红鱼瓦斯行的老板阿凯。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老板 PK 搬瓦斯。待会呢，我们三剑客战队会先进行一场剑客内战，最赢的那位呢，再跟我们的老板 PK。规则是看谁花最短的时间把梧桐瓦斯搬到距离十公尺的地方。花最短时间的那位呢，再跟我们的老板进行一对一的 PK 赛。究竟肌肉男厉不厉害呢？我们就要由最速男来跟老板挑战了。喂，谁？最速男。最速男。我绝对不会是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，一号参赛者。波波，来了，梧桐四十几公斤的瓦斯桶，准备好了吗？波波，来，计时开始，快，come on， 哇，耶，累吗？累吗？快。心肺神经要。哎，梧桐，你身边的事情。昨日讲我是伊阮的命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开始要闯。哎，出掉了！哎，他好快哦，看起来蛮弱的。走开，走开！我看你四十秒了，四十秒了。哦，哥哥都帮你加油，快点，跑起来，好，五十，四十九秒，耶，四十九秒，好强，强啊，耶，加油，十公尺四十九秒，快，快了，很快，老板说你很快，没有，我没有很快，好，现在二号参赛者，我们蔡药师，波波刚四十九秒。48秒就行了。哇，手长脚长的蔡老师，准备 ，Go！ 哇，好轻的脚！哇，狗狗在拼命啊！哇，一个比一个快啊！36秒啊！哇哇，屌虐波波13秒哎！同学，这个镜头我刚应该跑的，好强哦！好强，好强哦！盖伊那么信心，这样蛮……我觉得他很强。老板对于他刚刚这个表现有什么感觉？厉害，厉害！屌到23秒，哇，33公斤哎，这等于说是一个年轻。真的，一个女性的重量，差不多是这么重。年轻，来，开始，红啊，盖伊加油！这速度还不够，加快一点哎，这速度还不够，加快一点，加快一点。装油了，这样差不多油。哇！看来药师手长脚长有优势，全力冲刺哎！哇，这样还输你3秒，哎，你怎么有办法？他跑没有，因为他脚比较长，他跨。你跑太慢了，我跑太慢了。对，主要是真的，你没有像他跑，他跑很快。哇，你很强哎，他好强哦。好吧，那依照这个规则来说的话，
等一下呢，我们药师交给我们真正瓦斯行的扛把子，红鱼瓦斯的老板阿凯进行冠军赛。究竟肌肉男搬瓦斯厉不厉害？还蛮强的，我觉得。蛮强的、啊。对，我觉得蛮强。如果是比速度的话，可能可以，但是如果这样，我们这种搬法其实很消耗体力。人家是用巧劲的，我们是用蛮力硬冲啊！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进行冠军赛。耶、yeah. ！跑太快，跑太慢了，跑太快了啦！没有，你刚才你第一个翻译阳光前走，对我就看到你前慢走，还跟你讲太慢了。现在要来进行我们蔡药师跟老板的 PK 赛，到底这个健身的肌肉男能不能搬赢瓦斯行的老板呢？这个比赛呢，看谁先把这五桶瓦斯搬到对面去。谁就赢了？好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老板，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信心干掉这个肌肉男？这个太快了，太不重要了。好，太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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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男人。好，准备好各就各位，预备 ，Go！搬第二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鞋子快喷掉了。哇！如果老板不是穿拖鞋，你觉得你还赢不了？真的很累，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强。哇！你搬第二次，然后还可以39秒打平盖伊第四金。哇！真的。我还好。怎么这样？我也49秒，我就不要讲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跑哦。很明显就是在放，我也跑不动了。很明显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觉得你不怕以后没饭吃了。哦，红宇欢迎你。那刚刚比赛呢，我们是示范就是短距离，然后要用最快的速度搬瓦斯这个冲刺。但是平常呢，想问一下，就是阿凯老板他都是怎么样有技巧的搬瓦斯？那现在我想给阿凯老板一个情境，就是假如说今天客人他们家在3楼，那你会怎么样搬瓦斯？如果在3楼的话，我们的客人一般都是上肩。好，现在老板帮我们示范一次上肩。哇，走秀，就是那么轻松。哇，太轻松了！我也来试看看，这个瓦斯桶上肩，然后直接上肩，上肩，哎，哦，动作可以，走秀，手右手扣的，啊，动作好挫哦，扣的，这只手扣的，哦。好，没有很帅的感觉，可以抓耳朵，可以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这么轻松，耶、yeah ！哦，这么轻松哦，哦，要滑掉，要滑掉了，太轻松了，啊，水电工哎，波波以前是水电工哎，哇，水电工团，有看到很帅吗？有，还蛮帅的，非常的轻松。第二个情境。如果今天距离是直线，但是比较远，车子又没有办法开进去的话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省力的搬这个瓦斯桶？一般都是用滚的。如果在巷子里面车子开不进去的话，瓦斯桶我们都是用滚的过去进去，哦，会比较轻松一点。这样一路滚滚滚滚滚到他们家。对对对，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 yeah. 还是轻松，单手，然后老板再一次单手示范一次，哇，666，就是这么轻松，双手好了，
很难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，等一下，有点困难。他那要掌握到那个惯性，对，要掌握到他的惯性。就是这么轻松。我觉得你们砸到自己的脚了。可以单手试试看。单手是看你习惯哪只手。应该是这边。这个不太会开车这样。不太会开车。不是不是。哦，对对对，开车吗？像开车在打方向盘。放弃吧。Watch me now。我觉得你上面比较省过点。这个，已经偏离轨道了。他没有办法像老板一样维持一个直线前进。对。Go！ 我的。哇，这个屁股。没有这个灵活维度。没有。哦，你去哪里？哦。哇！去到别人家里哦。看我开车。哦，波波好像有啊。好厉害啊！好，老板，三个贼将不会失业，还是我们的水电工。你看，好的，那今天呢，就是跟我们宏宇瓦斯行的老板阿凯进行的搬瓦斯 PK 赛。那宏宇瓦斯行现在这里在新店区嘛？对，是。那你们是只负责服务就是新店区的？新店区、中和区跟安康 B 区都有。哦，所以住这几区的朋友有福了。年轻的瓦斯行老板叫瓦斯的时候，记得他那个介绍有点怪怪。对，年轻的水电工，年轻的瓦斯行老板。对。波波，那你有没有？你搬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心得？有，我觉得我平常练硬举真的是对的，帮助其实蛮大。第一个要上来的那一刹那就是硬举。所以说健身练肌肉是可以确实应用在生活上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而且以后不用怕失业啊。应该说重训。是任何就是体力活的一个基本能力。当你把重训练得越好之后，你身体素质会比较强，但技巧再精进一点。对，需要的就是技巧，搬瓦斯的技巧要再多学一下。刚抓起来之后，第一个你的抓握能力啊，然后你的核心稳定度啊，不然的话你这样子一拉，你可能背就拉伤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阿凯老板，哇。谢谢，答应我们的邀约来进行这一场瓦斯行跟健身友谊的这个 PK 赛。将来呢，你们想看我们三剑客挑战任何项目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严盖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上剑，恭喜你获得瓦斯一桶。好。